爱吃糖的蚂蚁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来了。加拿大的糖果公司要募集首席糖果长，年薪高达10万加币，还有吃不完的糖果。根据目前的资讯，只要年满5岁，就有机会成为全球第一位首席糖果长。不过这个工作并不轻松，每个月要试吃约3500种商品，还得要出席董事会，新口味上架的时候还得要盖上专属的印章替产品背书。换算下来，首席糖果长每天要吃113颗糖，几乎是每日建议摄取量的5倍。如果担心吃太多会蛀牙，公司还会帮忙保牙科保险。这间公司表示，如果最终是一个5岁的小孩获选，他可能可以终身保有这个头衔。有报道指出，这间公司近期积极的经营社群 TikTok， 上面有280万粉丝。首席糖果长未来很有可能要负责在社群上推广产品。报名只剩到8月底为止，心动不如赶快行动。想看更多，按赞加分享。